免费欣赏哩。等我哥。我在剧中饰演的角色呢是云如，她是一个从小就很衰的女生。从我小学莫名其妙在楼梯摔了一跤那天开始，我的运气就没好。国小甚至是幼稚园开始，她可能就一直睡睡睡睡到长大，可是她一直拥有一个非常乐观正向的正能量的一个人。我希望大家会喜欢云如这个新的角色。特别难忘的应该是我跟薛士林的部分，因为我跟他其实本身就还算蛮熟的，所以第一次合作演情侣，蛮多地方是很想笑场。这次真的合作对看，然后有一些感情戏或者是一些情绪戏的时候，是让我觉得比较需要克服的。很好，很好。那为了表示我的诚意及对你的补偿，我明晚上请你吃饭。在戏里演我算是闺蜜这个角色的人是谢洁玲，但我之前其实没有跟她合作过，合作起来觉得她是一个傻大姐的感觉，就是很天然呆，然后很可爱。我觉得我们两个人是默契还蛮好的，然后她也没有什么地方是让我觉得好像演技很生涩啊或者什么，让我蛮意外说哦，其实现在不管是网红还是直播主，原来其实都还蛮有戏。我觉得周晨是一个大家应该都可以很快跟他熟的一个人，因为他完全没有包袱，很放得开，所以跟他一起对戏是完全没有压力，然后我觉得很快就可以上手，而且有默契。我跟你讲哦，你现在每天起床都对着镜子做这个动作，讲你好棒，我很棒，我可以，我一定做得到。当时看到剧本的时候就有看到这场戏啊，我觉得因为是喜剧嘛，所以我觉得它可以稍微有一点点动作的设计，然后因为这个动作最后是交由男生来做，所以我故意在家里想动作的时候还想了有一些比较俏皮的元素在里面，然后让男生做起来是蛮有效果的，我自己还蛮满意的，而且也很满意周晨能做出来的样子。大家看清楚哦，我很棒，我可以，我一定做得到。想知道如何战胜水逆腹部得症吗？10月26一起进戏院看。Hello， 有事吗？